患者的一个肩胛椎连线的终点的话，进行一个快充，快充五下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。这个的时候，婴儿呢很有可能会咳出来，但如果不咳出来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快速的把孩子固定好，打过来，然后进行患者的一个五次的一个按压，按压的位置呢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，下翻一横指。这个说法，一下两下。双人气道永久减除术，患者怀疑发生气道永久，带出危险手势，操作者上前进行评估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，你怎么了？是否发生气道永久？寻求帮助，拨打120。使患者身体前倾，两腿岔开，操作者站在患者身后，一手握拳，将握拳的拇指侧紧贴患者腹部，位于脐上和胸骨下的横线上，另一手握住在前的手，向内向上快速冲击患者腹部，开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反复进行，直线将异物从气道内排出，如患者失去反应，立即进行 CPR。 适应于幼儿溺水、窒息等道生的心跳呼吸停止。幼儿需要在肩部垫一毛巾或衣物，使头后仰，便于开放呼吸道。如口腔内有异物或分泌物，用手指或毛巾清理干净。触摸幼儿胸前部皮肤，观察心跳是否停止，观察幼儿胸廓有无呼吸运动。如有心跳无呼吸，可直接将幼儿口鼻包含于口中，尽快给予人工呼吸，频率约每两秒钟通气一次。如无心跳或心跳缓慢，立刻给予胸外按压。按压方法，采取双手环抱幼儿胸部，双手拇指并按压胸部中下部，按压深度约胸部深度1/3，按压频率两秒钟内按压三次，每按压三次人工呼吸一次。开抢救，周围环境安全，患者已置于硬板床上。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喂，你怎么了？患者无反应。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，颈部脉搏动消失，无自主呼吸。医生，快来抢救！启动院内急救系统。请卧于硬板床上，双手置于身体两侧，身体无扭曲，复苏一组。29、30，颈部无损伤，清除口鼻咽分泌物，患者无溢齿，打开气道，复苏二组。30。